果你现在有一把枪，你会想干掉谁？能不能？钱钱就是要还的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好远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你一样。我到底算什么啊？但我说过我没有老爸。今天如果害我又迟到的话，你就要给我那个。超路人，再讲一次，我跟你分手。真奇怪，真奇怪。第一次见面的样子，那天要不是因为那只乌鸦，搞不好我永远不会认识他，我的人生也会完全不一样。时间飞